是我们在船上的房间，以船速的船来说算相当的豪华，空间还不小。这艘船上面有好几个这种房，那有一间特别大的在船的前方的套房。这是我们的浴室，这浴室甚至有浴缸可以泡澡，而且水压相当强，跟一般船速的船比起来很不一样。